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人透视。嗱，呢一集咧就系基督教选委嗰个投票嘅之前嘅最后一集啦，吓、啊、咁我哋咧就叫做咧呢一集嘅题目叫退选、废票、司法复核，系啦，八个大字：退选、废票、司法复核。咁咧就我哋就正式退选咗啦，吓、啊，即系透过。呢、這個嘅記者招待會，記者招待會，咁啊各大報章都有噶啦，大家各位網友上翻網嗰度睇我哋回歸基督精神同盟嘅八位候選人全部退選，咁咧就積極推行廢票運動，即係話點解要退選啊？因為喺成個過程裏面咧，我哋睇到好多嘅即係協進會啊，即係主辦單位嘅好多不公不義嘅事啦。其實講到點解退選咧，其實我哋一開始已經係諗住退選噶啦。點咁點解我哋玩啊？你應該問下。其實我哋玩要加入去呢個小圈子選舉裏面咧，就係要喺嗰幾場嘅選舉論壇嗰度咧鬧衰曬當今香港企得出嚟嘅基督教領袖，要鬧衰曬呢啲基督教嘅保皇黨。咁果然喺四場嘅呢一個嘅選舉論壇裏面咧，我哋即係要鬧嘅咧已經係即係盡鬧噶啦。點解我哋要咁樣鬧呢？咁我哋冇辦法，無計可施。因為如果我哋拉曬大隊、拉曬 banner 去佢哋個教會嗰度，咁佢哋會點咧？佢哋梗係話你哋踩場啦。你哋唔和平啦，唔理性啦，野蠻啦，你哋唔尊重我哋啦，咁我哋咧就要喺啊呢個基督教選委嘅選舉嘅論壇呢一個台上高咧，好和平、好理性，又冇暴力咁樣，又尊重你咁樣質詢你哋。咁啊，四場之後咧，咁啊，佢哋嘅魔性咧係完全現形曬嘅。佢哋唔答啦，我哋好好禮貌咁問佢哋，有啲人唔答啦，唔表態啦。話我哋唔同意佢就係唔尊重佢啦，跟住又話我哋拆毀容易建立難啊，弟兄咁樣。劉金盛啊，劉金盛啊，劉金呢啲咁嘅撲街牧師，佢最叻嘅就係第一歸納三點，第一點就係話你哋要禮貌啲對我哋。喂，我哋幾禮貌啊，大佬？我哋唔話你賴中共政權嗰個屎忽窿喎，大佬。我話你涉結蓮花洞喎，大佬。我幾禮貌，幾客氣啊！唔禮貌咩？第二點佢哋最叻嘅就係話：我有我嘅自由。陳世強話：我有我嘅自由，選擇梁美芬 ，endorse 梁美芬。我有我嘅自由揀曾蔭權，你亦都有你嘅自由去揀你嘅黃毓民或者揀你嘅何俊仁咁樣。你有你嘅自由。跟住我哋亦都同佢講：喂，而家唔係同你講你有冇自由，我有冇自由啊？唔係男人去男廁，女人去女廁啊，大佬。而家我問緊你啊，你撐阿梁美芬同埋曾蔭權嘅理由喺邊度啊？你要俾我哋知道你嘅理由，我哋啲基督徒先可以選你，選唔選你做下一屆嘅選委噶嘛，大佬啊！咁又話我哋唔禮貌啦，唔尊重你嘅自由啦，嗱，係冇腦嘅呢啲咁嘅律師，我唔知佢個法律牌點樣讀翻嚟嘅。第三個就係剛才所講嘅劉金盛牧師嘅，拆毀容易，建立難啊，弟兄咁樣，你唔好成日鬧鬧鬧鬧鬧啦，你要建立先得噶咁樣。呢三點基本上就係而家香港。社會上高對於一啲意見聲音打壓或者邊緣化意見聲音嘅三大個似乎係理由嘅，唔係理由咯。其實冇錯，係嘛？即係你出面嗰啲市民都係噶，你唔好掟蕉啦！你咁唔理性啊，咁樣咁唔尊重議會啊！好似嗰次阿鬱敏咪問阿曾蔭權嗰啲嘅咩政治倫理啊嗰啲嘅，好好啊問得冇任何。唔和平唔理性，但大聲喎，大聲咪冇禮貌咯。大聲唔代表我冇禮貌，呢句阿發哥喺廿年前嘅名言嚟㗎啦，廿年前已經貪欲風雲啊！大家睇翻貪欲風雲，林嶺東導演係嘛？係咪林嶺東啊？應該係上下啦嘅電影已經講咗㗎啦，即係大聲就係冇禮貌㗎啦咩？陳世強好陰聲細氣㗎，呢度仲有兩個酒粒仔，好靚仔添。係喎，劉金盛把聲係。我哋要做鹽做光啊！佢想跛豪啊，跛豪，跛豪！我哋要做鹽做光，我哋六四，我哋係要復和噶，同我哋嘅國家係饒恕佢，夠曬温和啊！呢啲聲係咪咁就叫做有道理啊？仲有張紅秀美啊，仲好得意啊！張紅秀美，我又唔知道22年前我又唔喺香港。我睇唔到六四啊！而家同你講緊道理啊，大佬。好斯文嘅成班仆街，同阿林瑞麟一樣，好鬼斯文。全部都係咁樣嘅。同阿范徐麗泰嗰啲，好鬼斯文。同阿民建聯嗰啲就咁樣噶。阿劉江華，你要同佢辯論，佢都係，主席，
我哋係好理性咁樣同大家係討論一啲嘢，我哋好理性。我覺得啊，黃文議員你咁樣，我哋係唔能夠好理性咁樣同你哋去一齊討論咯。咁係啊。喂，成個香港社會而家要拆解嘅一件事就係呢啲其實就唔係真嘅理性，其實佢係冇道理，所以佢就要咁樣包裝出嚟。所以講得啱咯，咪嗰班成扎都係衣冠禽獸咯。我話衣冠人面嘅包裝，係啊，衣冠人面，即係衣冠禽獸同埋人面獸心嘅結合咗。但我冇講禽獸同埋獸心。OK， 係啦，衣冠人面嘅包裝，衣冠人面像啊，衣冠人面嘅包裝，成班嘅咁嘅牧師。咁呢班友仔咧，根本上就喺個論壇裏邊咧，嗱有兩派，一批咧有三批應該嚴格嚟講，一批咧就叫做咧就正式叫做建制派啦。係嘛？冇錯，蘇佢哋名出基督教可以，基督教投共聯盟可唔可以？我哋賣少少嗰個嘅機俾大家 zoom 一 zoom 埋去睇下啦啦啦啦啦，睇下。大家留意睇下你哋嘅教會或者有冇見過呢一張嘅單張？有冇見到啊？呢個 logo 先。嗱，再賣少少添，三十呢一度要賣少少嘅，再大少少，再大少少，再大少少。好，掂啦！呢班咁嘅爛騰，見唔見到紅色嘅五粒星啊？你見唔見到呢班爛騰？有架船。同埋紅色嘅五粒星，你諗下驚死人哋唔知佢投共，呢個位驚死佢唔知道自己擦共產單鞋，驚死唔知佢自然係國家認證。冇錯，一架十有個十字架嘅一架船，向緊呢一個嘅五粒星呢個地方，孭住五粒星而行，係行緊去啊！呢度你諗下，耶穌出世前就有個有粒星，就帶住東方三博士去走，係啦，嗰、那個百里行之星，冇錯。今時今天，依六條謀理，一二三四五六，六條謀理就帶住中共依五粒星，係摧毀依個十字架，摧毀基督教啊！冇錯，嗱呢六條友咧，講講佢名先。二號仔陳世強，五號仔就係唐榮敏，十三號係張紅秀美，十六號係劉金盛，三十九號係司徒永富啊！即係飲紅福堂投共，即係咁樣。四十一號係。以勒警察嗰個以勒團契嗰個牧師陳一華牧師嚇，係啊，我哋問佢咩啊？我哋問陳一華牧師，而家警權過大，曾偉雄都係基督徒嚟嘅，咁你係嗰啲警察團契嘅牧師，你點睇警權過大啊？陳一華牧師，佢點答啊？佢話：我唔知呢啲嘢，唔識呢啲嘢，我就係負責係牧養講聖經，同佢哋祈禱嘅啫。我頂你個肺啊！你個陳一華，你乜嘢事啊？真係～你嗰個牧養咁脱離你嗰個處境嘅咩？你嗰個牧養咁脱離你嗰班嘅受眾嘅嗰種工作嘅環境嘅咩？嘅場景嘅咩？就係喺嗰種嘅就警權過大、黑影遮蓋真相嗰個白色恐怖嗰個情況底下嘛？你點樣做牧師啊？陳一華，呢六個係投共嘅。再講嗰啲名啊，係俾保證大家意記，我哋揾個口號嘅。二五仔有陳世強、唐榮敏啊，係十三號。即是这个例行十三姨例行会捐钱给例行会就是投共了十三姨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张红秀美是十六号什么叫做什么昨天说一碌一碌嘢元朗一碌嘢元朗一碌嘢是啦就是锦光堂元朗神召会锦光堂的刘金盛牧师刘金盛牧师 在地铁那里买晒广告啊他必快来啊现在搞紧个报道会他他必快来他必快来啦你班友就扑街啦如果耶稣快来呢班友就全部扑街我告诉你听我想都九成是司徒永富就是红福堂的叫你喝红福堂鸡骨草那个啊喝鸡骨草就參與投共的過程，話俾你。所以咧，我由今日開始咧，係唔會再買紅。白飲紅福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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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飲紅福堂。唔飲紅福堂。唔捐錢俾例行會。唔捐錢。唔捐錢俾例行會。仲有呢個警權無限大，人權被出賣。牧師最偉大嗰個係陳一華牧師，元朗宣道會錦秀堂嘅宣道會嘅人。宣道会一向就是说不参与这些要政教分离的。你看看你出了一个什么牧师陈一华牧师宣道会元朗锦绣堂的顾问牧师。他还记不记得宣道会的会份他还记不记得宣道会 的精神我想他的神学学位都不知道在哪里读的。又说自己是什么博士又说成那些。这班是什么人张红秀美问他六四在哪里子健华斋在我们那个选举论坛。他说六四的时候刚刚在马来西亚来香港不知道这些东西。
你冇報紙嘅，冇睇報紙嘅，你盲嘅，你冇睇電視嘅。你又信耶穌？耶穌2000年前死十字架上面復活，你有冇親眼見過啊？頂你個肺！你又信耶穌？張紅秀美，跟住佢就話：我禮行會咧都喺大陸搞好多孤兒啊、寡婦啊嗰啲工作嘅，所以我就唔可以講咁多大陸啊嗰啲咁嘅嘢。如果我成日鬧大陸啊嗰啲嘢，咁大陸唔係唔俾我入去內地嗰度去做嗰啲孤兒寡婦嗰啲嘢咯，所以我要我係忍辱負重嘅咁。我頂你個肺啊！真係，佢講咁多，佢邊度講咁多啊？佢冇話自己隱辱負重，佢冇話自己隱辱負重，係我哋幫佢解釋隱辱負重，即係解釋嘅啫。我詮釋佢呢番説話嘅意思就係話，我其實隱辱負重緊㗎咁樣。咁但係我哋都要問你一個問題：例行會做咁多呢啲嘢，關心好多孤兒寡婦，有冇問過孤兒寡婦製造嘅原因係乜嘢？冇錯，豆腐渣工程死曬，有冇問到製造嗰啲斷腳嗰啲孤兒要你例行會去照顧嗰啲孤兒嗰啲小朋友？點解會邊個搞到咁嘅？青海佢自己係青海省嘅，唔知乜政協咩政協嗰啲嘢，嗰架咩高鐵列車撞死咗啲老豆老母，有好多孤兒出現咗啦。嗰啲孤兒咧就俾你例行會咧嚟到去照顧佢啦。咁你有冇留問到呢啲孤兒點解嚟會出現？點解嗰啲孤兒嗰啲爸爸媽媽喺嗰啲咩高鐵動車啊諸如此類嗰啲嘅貪污啊嗰啲嘅情況底下冇咗爸爸媽媽？你有冇留問過呢啲問題？張紅秀未？我而家問你，我哋就喺嗰個選舉論壇嗰度鬧到呢班撲街冚家產，狗血淋頭。即係我哋當然係冇話撲街冚家產啦，當其時。冇錯，但係一個撲街之中嘅撲街，邊個咧？他雖然不在六個人的名單當中，但其實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建制派，只不過是分開不同的團隊去展現這種實力。這條友厲害，以前有個李蓮英，今時今日有個叫做許朝英的，沒錯，麻煩 Apple 我們又要 zoom 近一點 zoom 一點，麻煩哇這條友我們有請我猜裝這個攝錄機，麻煩 zoom 一下。你猜我之前參與呢個咁嘅小圈子選舉之前，最想揼嘅就是陳世強啊、劉金盛啊，即係頭先嗰六條友嘅，即係嗰六條友啦，或者其他人啊咁樣。原來今次發覺最想揼嘅咧，原來係呢條咁嘅笑騎騎放毒蛇嘅許朝英啊！你睇下佢，睇佢咩料，讀俾聽大家佢係咩背景先啊？佢咩背景？我讀一讀先。宣道會北角堂前執事，哇！仲有主日學老師添喎，大佬。你點教啲小朋友啊？許朝英啊，教壞細路啊！你想教壞細路啊？世界華人福音聯絡中心的香港區的副主席，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執行董事，亦被譽為呢個華聯會的未來接班人。未來接班人啊，係啦。大佬，你諗下得啊？呢班人點解佢咁撲街啊？快啲講下你聽下先，記唔記得佢點啊？記得華聯會先啊，不如先講，因為佢係華人基督教聯會的執行董事啊嘛。唔使影我哋嘅，影住佢哋得㗎。冇錯，呢條友。華人基督教聯會是整個香港咁多個嘅，即係好多教會的一個嘅聯合會，俾錢佢哋去經營佢哋嘅呢個所謂聯會俱樂部，冇錯，同埋俾佢哋出一份叫做基督教周報嘅東西，係啦，等我攝一攝你個位先。基督教周報，基督教周報咧，當年啊幾廿年前咧，就係、是、創刊嘅時候咧，有兩個老人家，一個叫謝富雅，一個叫做曹新明。喂。謝富雅、哦、曹新明兩個老人家文字工作者基督教，希望基督教周報就是有一種公共的報格，公共的、一個的位置，即不是只是基督教裡面的一個維威衛的俱樂部的一個喉舌、嗯、今時今日這一班他的徒子徒孫，即是許朝英啊、胡明添啊、鐘家樂啊、鄭守定啊，嗰啲牧師啊，歐玉君啊，喂，嗰啲名字我繼續數出嚟先嚇。好難數啊！依度呢度都有幾個噶。鐘家樂，鐘家樂數咗。係。呢、這個陸幸全啊，胡明添啊，頭先講咗啦，歐玉君啊，嗰一集，總之華人基督教聯會嘅即係牧師啦、啊，九個喺裏面賣廣告，嗰張廣告我而家唔喺度。開頭仲唔係寫廣告添，淨係賣佢哋九個人，就話係資訊，話係基督教周報嘅資訊。呃人啊！呢份嘢我哋咁多个教会俾你嘅奉献嘅钱，俾你爱嚟做自己私人空间、私人俱乐部嘅政治宣传啊！而家你呢份嘢有冇报价噶？基督教周报有冇报价噶？而家问你。仲有啊，华人基督教联会啊！其实我哋当日咧系质问过呢个叫做郑守定嘅，郑守定咧都系其中华联会嘅其中一份子啦。系。咁啊，当日佢系唯一佢出席嘅華聯會嘅人叫鄭守定，佢個回答咧就話：我哋執事會或者我哋開個會員大會，會員大會係啊，搞掂㗎啦，通過咗啦，通過咗㗎啦，你有乜嘢事咧，你就投訴啦。係啊，你會員大會講啦自己咁。
哇咁樣破鬧嘢啊！你咩牧師啊？聖公會牧師啊？鄭守定啊你壓招啊你！仲有啊，大家唔好忘記。John McCarry 嗰啲叫簡單嚟講叫公器私用，你點可以攞一個即係公共嘅傳媒？基督教的公共傳媒成為你一個選舉的機器呢就算我會員大會說 pass 啊你啊作為一個有報格的專業出版人啊講緊許朝英和吳思源啊吳思源就是華人基督教聯會的出版部長亦都是那個所謂重新會社的社長又說搞輔導啊又說什麼又說成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的副會長喂就算人家會員大會通過啊俾你賣私人廣告啊你都要臨崖勒馬唔得咁如果我哋要賣就賣晒42個是咪啊？冇錯，冇錯，冇錯。呢個先係報價啊嘛，大佬，你嘅報價喺邊啊？你嗰啲叫賤價，吳思源、許朝英、華人基督教聯會。仲有，仲有未完，有一仲有未完係咩咧？華聯會呢班仆街咧，全部咧都係唔出席嘅，除咗兩個，一個叫許朝英，一個叫鄭守定嚇。一個鄭守定叫出席下啫。係。其餘嗰啲成出班前輩咧，前輩嗰啲鐘家樂啊、胡明添啊、陸幸全啊嗰班騎呢咯，全部咧都係唔出席、唔答問題。不知道你做乜，許朝英喺度，你知唔知做乜嘢啊？問親個六四唔答，問親舉手，傑世寶寶唔答，舉手唔舉。嗱，不過佢唔舉又好嘅，因為佢表現咗佢。嗱，呢個一陣間可以再詳談咩舉手先。因為我哋咧係咁攣住嗰啲咁嘅建制派唔放手啊嘛，佢哋唔肯答嘢啊嘛。OK， 冇問題。我同阿快必大家嚟諗咗條橋仔，逼佢現形。你贊唔贊成平反六四啊？贊成舉手咁樣。咁嗰啲人舉手啦，許朝英咪唔舉手，許朝英乜都唔舉手，乜都唔舉手，乜都唔舉手，乜都唔支持，點解啊？戇誇誇咁就傻笑咯。一個讀書人許朝英叫香港出版理事會長啊，即係香港基督教出版業全部都要通過佢嘅，即係一個讀書人啦。OK， 係啊，咁啊，涉結中共政權蓮花洞啊，大佬，因為你真係搞錯啊你啊，即係你估唔到咧，宗教界或者基督教界咧冇人格嘅人比社會更差。更差更衰，唔怪之有林瑞麟嘅信徒，真係仆街，真係唔好鬧林瑞麟。有啲咁嘅牧師先有啲咁嘅林瑞麟。冇錯，你唔好以為華人基督教聯會嘅團隊同頭先阿子健拱出嚟呢個陳世強呢六條茂炳個團隊係分開喎。華人基督教聯會有一個活動叫做同心同行，主國降臨，喺上個禮拜日10月23日全嗰個大球場嗰度舉行嘅。吳中文牧師即係話叫我哋順服當掌權嗰個啊嘛，係嘛？播道會廣福堂，佢哋就係幫阿陳世強派呢張嘢啊，喺個大會嗰度啊，咁撲街！成個邪惡聯盟喺度啊，華人基督教聯會同埋陳世強呢班，所以根本成個基督教根本就係投共，我話俾你聽。係啊，即係嗰班領袖，你唔好冚犯我哋都係基督教一份子，大佬。成個基督教領袖就啊，嗰班有權有勢，嗰班就係投共，我話俾你聽。係啊，係嘛？冇錯。就是講完已經，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唔好以為黐五粒星咧就特別啲咧，就要針對佢哋。唔黐五粒星嗰啲一樣個撲街嘅啫，一樣係咁衰。一樣撲街。佢其實而家咧就係佢哋，就算係教會界裏邊咧，嗰啲建制派咧，佢哋自己都想分豬肉，都係分呢個唔同嘅自己嘅山寨王嘅角度嘅。咁所以佢喺度咧有一啲嘅位置上嘅爭奪咧，係一啲都唔奇嘅。到最尾係點樣呢？我哋都陣間節目之前咧，我哋會預言下邊。預言下個禮拜邊個贏？十條友邊個贏？我諗我哋唔中十個都有八九個。就好似吳思源頭先，我哋講喺度講啦。吳思源同埋李炳光牧師，即係 PK Lee 李炳光，兩個叫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有頭有面嘅人，冇錯，係嘛？諗住壓入去壓兩個位，唔好俾你班即係陳世強呢班咁嘅，即係擺明投共派壓曬個位啊！嗱，你哋唔係投共派咩 ？PK Lee同埋阿吳思源。你哋唔好以為自己係唔係投共派啊！唔好以為自己我入去咬住，唔好俾人哋玩曬。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當年咧又同阿盧龍光一齊走去反對兩巴加價，當年咧又走去平反六四。你唔好以為自己係咁輕香啊！唔該啊，吳思源同埋阿 PK Lee， 你哋係好 PK 噶。點解啊？問阿 PK Lee 李炳光牧師，點解你當日支持梁美芬啊？有曬有圖為證啊！支持梁美芬選立法會啊！佢話阿美芬係行公義好憐憫啊嘛，支持梁美芬。仲有李炳光 PK 呢點樣講啊？佢話我當日支持阿美芬都唔知道原來佢咁衰嘅，哈哈哈！咁樣交代咗，跟住哇咁樣啊！大家就嚟會睇到我哋呢個動新聞有曬㗎啦，匯基宏青台嘅動新聞咧就係睇到㗎啦。問吳思源，你有點解當日你支持梁美芬啊？吳思源點講啊？大家睇下呢度，佢話。冇啊，冇一分鐘，我今日加時。我哋加多少時啊？即係阿 Apple 佢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講到興起啊嘛，即係就嚟爆血管咁滯啊！
點解支持梁美芬啊？你啊，吳思源啊，我而家問你啊，吳思源話：我冇支持過梁美芬，我頂你個肺啊，交叉剔啊，真係。咁我哋嗰日咧就護你阿摩個氹氹框啊，真係。你睇下呢度，放大少少，吳思源放大呢間 Apple 係啊，放大我手上呢一張先啊。唔該呢一個嘅 Sony， 唔該係 Sony， 哎好嘢！大家見到呢度有個圈圈住嘅，呢、這個圈圈住就係吳思源先生見唔見啦？吳思源先生係支持梁美芬博士，循道衞理嘅副會長啊！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副會長吳影，咁咪真係梁美芬強姦佢咯？有冇咁大膽啊？如果咁樣強姦佢，佢吳思源應該有頭有面，應該告佢噶咯喎。有冇咁大膽啊？梁美芬強姦吳思源，夾硬攞佢個名字擠落自己嘅競選單張嗰度，話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要出個聲明譴責梁美芬啦。如果係咁，冇錯啊。你夾咗我哋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嘅副會長個名落去你嗰個競選單張入邊，係。而家要交代啦，梁美芬而家就選緊區議會，冇錯，喺紅磡嗰區嗰度，冇錯。呢個時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就要出聲啦，就要出聲明出聲明譴責梁美芬啦，冇錯啊！你有冇搞乜錯啊？一個信徒講大話，然之後你唔譴責佢，攞你個名個招搖撞騙，咩事啊？基督教啊，香港基督教啊，你頭先想講咩咧？講下，我窒咗你講嗰個吳思源啊！唔該，拜拜。所以咁多呢啲核突嘢咧，啊李炳光喺你 PK 呢講埋 TPK 呢啲先，即係我講下，我哋嗱李炳光係好啦。講完吳思源，唔講李炳光係唔好公平。兩個契兄弟嚟噶嘛，雖然佢哋唔認，大家係團契嘅兄弟。李炳光衰乜嘢咧？衰好多嘢嘅，其中指出三樣嘢。第一，問佢有冇支持投票俾曾蔭權？上一屆，你向選民交代，佢話咁，我哋先可以知道你投票意向投唔投你噶嘛，大佬。佢話咧，佢唔會交代所有嘅提名同埋投票任何人，係唔會同公眾交代。我頂你個肺啊！真係，我真係頂你個肺啊！純粹個人私人嘅取向，我真係暴你阿摩啊！揼揼哇！你估而家你自己選區議會啊？你而家選選委話代表成個基督教，你唔使向人交代你投乜啊？你投乜都唔知啊？投共啊？好離譜啊！真係好離譜，真係好鬼離譜。咁跟住咧，再問佢再先啦。阿快邊交代咗支持梁美芬，一陣間遲啲大家睇片啫。佢答案嚇，佢、叫我支持佢，話嚇、我想我支持佢。跟住咩叫話嚇？我都唔知咩叫話嚇。呢班基督教領袖佢面對公眾嘅時候，佢係完全軟弱無力噶。冇錯啊！喺教會嗰度，佢就廿文廿武，企喺個講台嗰度攞住本聖經就大乜曬。大家以為咧就好尊重李炳光好多嘢，其實第一個喺香港教會界投共搞國慶酒會投懷送抱嘅就係李炳光其中一份子。當年個個咧都要質疑董建華，其中有份撐嘅咧嗱，據聞啊呢、這個冇實實啊，蔡元文之外咧，李炳光都係嘅，有人講。仲有啊，唔好停啊，呢條友仔。最蠱惑咧就係佢啊，最識狡辯同埋掩飾自己嘅所有嘅罪行，然之後扮曬一個慈父，連一個長者咁樣咧去教訓你，同你講嘢。嗱，依啲咁嘅偽善咧，比嗰啲咧拍台拍凳嗰啲其實恐怖好多，因為迷惑咗個信徒咧，完全係不知道如何噶。咁啊，最後我哋有咩講啊？仲有噶，其實今次點解要講司法覆核咧？司法覆核因為喺成個過程裡面咧係好不公義啦，係嘛？基督教協進會即係嗰個。負責搞呢單嘢嗰個基督教嘅機構啦，係嘛？有啲人遲咗報名 ，deadline 過咗，佢未完成嗰個報名程序，又俾人有兩個有特許嘅優惠，因為嗰兩個咧係協進會嗰個工作小組鬱德芬個 friend， 咁就有特許未報曬，哎呀算啦，我哋開會寬鬆啦，俾你俾埋啦咁樣，咁都得嘅咩？點止係鬱德芬個 friend 啊，戴浩輝啊，唔好忘記戴浩輝啊，係啊，戴浩輝攞翻個名出嚟啊，係啊，戴浩輝牧師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的前主教，是啦，將會是信義中神學院的院長。哇！頂你個肺啊！真係越他人格越出賣基督嘅，就坐喺越高的位置。我話俾你聽，真係歷史不斷重演喺度。就係咁樣咯。係咪啊？歷史不斷喺度重演。基督教協進會有好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去選咗呢十條友出嚟，所以我哋要司法覆核佢。咁但係選舉事務處好多人話：，咦，咁呢啲係俾你哋嗰啲小圈子咧，係自己搞自己嘅，即係我哋尊重你個宗教，總之你教到十個人就得㗎啦。原來唔係咁嘅，我哋諮詢過一啲即係法律界嘅人士。其實咧，今次咧，嗰啲黐線嘅成。今次咧就好多謝某啲咧，就專為啲小圈子反對功能組別嘅一啲嘅律師咧，係幫手。
咁佢哋會咧幫我哋咧去做呢個司法覆核嘅。咁當然我哋而家揾咗人啦，就會做攞法援啦咁樣。咁我講下個過，即係個過程簡單點樣點樣去處理呢件司法覆核嘅事咧？我哋而家開始係警告咗，響記者會警告咗佢，係唔好再搞。而家都警告你協進會，再一次警告你，唔好再搞。禮拜日唔好搞選舉。話俾呢、這個呢、這個叫做咩啊？沃德芬聽，係蒲錦昌牧師聽，尹海榮聽，尹海榮全部呢啲都係協進會裏面工作小組嗰啲人嚟嘅。係啦，仲有邊個？阿戴浩輝，戴浩輝係成個工作小組嘅。袁天佑啊，袁天佑就係袁天佑牧師新任嘅主席，基督教協進會主席。你哋唔好再搞呢個小圈子選舉。我哋如果你搞出嚟咧，個結果一有咧，我哋就會進行司法覆核。馬上司法覆核你。有記者問我：咁唔係喎，選管會話呢個係屬於嗰個界別裏邊處理嘅事情，冇錯。你個界別而家可以好無法無天，但係你將你嘅名單提交去呢個選管會裏邊咧，攞嚟成為一個選特首嘅選委嘅時候咧，我哋就要挑戰你哋成個過程裏邊公唔公道啦。因為選特首一個咁嚴肅咧，所謂咁嚴肅。關乎七百萬市民嘅福祉嘅一件咁重要嘅事情咧，每一個過程咧都需要係好嚴格嘅。咁所以佢一交依個名單俾選管會嘅時候咧，我哋就要挑戰翻佢轉頭啦。包括阿法比頭先所講嘅交報名表遲到啦，甚至好似呢啲人咧，呢啲咁嘅表格都唔簽名嘅可以，唔簽名嘅呢條友就可以過。而家睇唔睇到啊？兩個都係唔簽名嘅。哎呀，堆埋啲，系啦，堆埋啲，系啦。个表格都冇签名噶，冇完成噶。咁、這個、啊，胡明天牧师啊，见唔见到啊？呢条粉铲啊，华人基督教联会啊，系啊。嗱，咁都可以过关嘅。第三，再先啊，快啲讲个就系嗰个叫做呢、這个叫咩啊？协进会里面嘅委员，既然可以咧。可以自己做球證，又落場踢波。P.K. Lee 同埋張紅秀美例行會嗰、那個，冇錯，仲有自己係嗰個協進會裏面嗰啲執行委員，又自己又走去選呢啲嘢。屌你咁貪心做咩啫？冇呢啲個冇呢個咁嘅特首嘅選委嘅位，你張紅秀美個例行會做唔到慈惠嘢咩？做唔到嗰啲孤兒咩？做唔到什麼什麼嗰啲咩？要壓呢啲位咩？咁低質素嘅人真係要，我又想講粗口嘅啫。真係呢個張紅秀美又係，咁你選選委做咩？你咪翻大陸自己做你個慈惠咯。你搞乜鬼嘢咧？你使乜喺度咁樣惺惺作態扮曬嘢咧？真係離曬。仲有啊，仲有一個一樣嘢，我哋要挑戰呢個協進會，我哋打開口牌嘅，我打開口牌都贏嘅，我俾我點樣？點樣？就係170間嗱，今次我哋嘅投票係點投嘅咧？基督教就係有170間嘅堂會票站，堂會票站咧係只提供俾嗰個堂會裏邊嘅會員。去投票嘅啫，咁就係佢哋嗰啲票倉咯，即係呢班陳世強嗰啲人，全部咪就係喺嗰啲教會度講道咯。上個禮拜啊，咁即係又話要為我祈禱啊，嗰啲咁嘅嘢咯。咁跟住原來咧，只有14個公開票站，公開票站即係話，我都唔屬呢個170間嘅堂會咧，我就可以只可以選擇14間嘅堂會去投票。即係話，如果我住喺大嶼山咧，嗰度冇堂會票站咧，我就必須要走去公開票站啦。嗯，咁呢個公開票站可能去灣仔，我唔知去邊度嘅。係，咁係極度唔方便。根據我哋正常嘅講票站嘅原則咧，一定要方便街坊、方便選民咧，先為造成一種公平公正嘅原則嘅。咁呢樣嘢係好明顯係不符合呢個要求嘅。係，係啦。咁我快啲可以講下我哋有咩老小教會教會證嗰啲嘢喎。我哋其實上個禮拜亦都係講咗噶啦，上一集嘅節目啊，即係話如果各位香港市民。你留意，如果你唔係基督徒，呢、這、一個小圈子選舉本來就淨係俾嗰啲有教徒嘅特權嘅。你係教徒，你有特權，政府咁樣俾你啊嘛。你係基督教，我哋俾10個特權嘅位你，咁你咪即刻話啊，即係政府對我哋基督教真係好啦。嗯，食咗你都唔知啊，大佬。上集講咗啦，唔再講啦。唔再講呢啲嘢啦，我講我補充多少少啦，咁樣。唔緊要，禮拜五一般仲講多少少。一般你唔係基督教嘅，冇翻開教會嘅，冇什麼洗禮啊嗰啲嘢嘅，可以喺報紙嗰度。或者攞呢一張啊，我哋路小教會嘅教友證喺呢度側邊呢度有一個嘅教友證，剪咗出嚟，填翻嗰啲嘅即係姓名啊嗰啲嘢，就走去投票。嚇、啊，你話咁就得噶啦，咁兒戲嘅咁，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本身就係咁兒戲噶啦。我話俾你聽，我哋而家做俾你睇又幾兒戲，一齊去做一場兒戲嘅戲，然之後一齊去搭成一個俾我哋司法覆核嘅基礎，冇錯，背景， yeah. 然之後就喐佢，讓基督教。讓教會成為第一個功能組別冧咗落去嘅，放棄自己嘅特權，呢個就係傳福音。
好見證啦！我話俾你聽，今日嘅福音係乜嘢啊？唔好成日話今日嘅福音就係即係嗰啲好多嗰啲咩咩。阿盧龍光牧師咪講咯，福音係上帝嘅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嘅人。而家我哋就喺度做緊盧龍光牧師講緊嘅嘢啦。福音就係上帝嘅大能，上帝嘅大能就係要透過今次呢一張選票，人人都可以透過呢一張選票。你就算冇翻開教會，你都可以申請我哋路小基督路小教會嘅教友證，然之後入去投票，跟手就拆毀成個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因為你投嗰個係寫住貪字廢票，話俾大家聽，其實我哋喺張票度寫個貪字，我哋唔滿意呢一個基督教係有呢個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嘅，唔要呢個特權。越多嘅廢票，越代表咧我哋係拒絕呢啲特權，因為我哋有信仰嘅人或者冇信仰都好咧，都唔稀罕呢啲嘅特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踴躍投票。你話如果唔方便攞呢個教友證點樣啊？留意今個星期日嘅明報。因為我哋咧好多謝一啲嘅朋友咧贊助我哋咧係賣全版廣告，明報全版廣告有教友證俾你剪落嚟，當 coupon 飲咖啡咁剪落去，剪落去你話嚇攞住呢張嘢就去投票啦，救恩就係咁簡單噶啦，上咩舞蹈班都信就得噶啦，冇錯，憑信心，憑信心攞呢一張教友證去投票。千祈唔好話笑自己信心軟弱得唔得噶？攞住張咁嘅草紙去投票，有冇人信我噶咁？就是这样的，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了，圣经话的。真的问你死未，现在入回这些位置可以。平时都很少讲圣经的，无啦啦这件事又入回这些圣经位可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圣旨赐给他们，甚至将他的教友证赐给他们，没错，叫一切信他的就不至没得投票，反而多一票。是啊，没错。死未，就是这样，这个星期日大家係做鑊大嘢。我要答同大家講一樣嘢，好簡單，就係人哋去投票嗰陣，笑啊 Apple 姐笑我哋念聖經。投票嗰陣有人問話：哇，你張教友證得唔得㗎？我話俾你聽一樣嘢，兩件事大家一定要記住。第一，我同快必提名嘅團體就係基督路小教會。係啊，即係我哋係路小教會嘅提名出嚟嘅。即係協進會已經承認我哋呢個路小教會嘅身份嘅身份。第二，協進會是沒有資格、沒有權去審核我們的會友的資格的，沒錯，因為我們用什麼方法去招收路小教會的會員是我們的事，不關他事，等於選管會都管不到這個協進會的事，你明白嗎？大家都是在這個沒有網管的狀態去做我們沒有網管的事。所以我現在開始懷疑協進會為什麼要做到這麼噁心，以及跟我們一起配合做得這麼噁心，就是想搭個台俾我哋去司法覆核，冇錯。根本以前十年以嚟，點解冇啲基督教嘅前輩，譬如胡老西啊，嗰啲好爆嗰啲陳士齊啊嗰啲咧，公立人啊，公立人啊嗰啲好鬼爆嗰啲咧，點解佢哋冇諗過司法覆核呢？其實協進會根本喺十年以嚟一度都等緊一個司法覆核，等緊一個司法覆核尼賽亞嘅出現。我知道點解啊？點解咧？佢哋全部好中產，攞唔到法援，好大劑啊！唔識一啲貧窮嘅朋友。係啊，唔識。點知到2011年嘅今時今日，我話俾你聽，就有一班傻嘅人。基督路小教會的會友，啊，有破產的，有破產的，有無產，有無產的，住公屋的，乜都有，有傻的，全部都可以做，有撈攬面的，眼有被攬埋一齊的，有啲，快啲，你唔好講埋啲咁嘅嘢咧，要幾騎呢？有幾騎呢？少林足球就係咁嘅意思啦，冇錯，話俾你聽，就搞鑊大嘢出嚟，我話俾你聽，協進會你夠膽未？繼續搞。司法覆核嗰十條友全部無效，預言嗰十條友先。好，陳世強、唐榮敏、張紅秀美、劉金盛、司徒永富、陳一華。我點兩個？六個。李炳光、吳思源。我點埋阿許朝英，因為佢係華人基督教聯會嘅後起之秀，野獸嘅獸。冇錯，仲有邊個？聖公會管浩明。冇錯啦。聖公會第二把交椅，邝保罗大主教之下就係、是、管浩明啊。就係、是、管浩明。佢好鬼恨做呢個咁嘅特首嘅選委嘅，就啲聖公會票拱曬佢嗰度，就呢十條友。實食冇黐牙，因為我好擔心啊，馮志活啊，一賠一百。馮志活聖公會就出嚟撐我哋，係，所以佢都升唔到嘅，睇你。唔使，唔緊要啊。唔緊要，佢唔 care 嘅。一定係路少嘅啦，冇錯。公立人都升唔到㗎，佢永遠都係助理教授嚟嘅。人哋嗰啲一入就冇幾耐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唔係助理。副教授，坐唔正。坐唔正。坐幾都坐唔正。係啦。係啦，有原因㗎。有原因㗎。有原因㗎。耶穌點解話即係嗰啲成功嘅門啊大啊又闊啊嘅路啊大啊咁啊大通又滅滅亡啊？有原因嘅，有原因。所以我哋呢個行永生嘅責任係責嘅少嘅。你卒之明白到我哋點解叫做路小教會咧？因為我哋係要行小路啊。係啊，聖經話嘅，門是窄嘅，窄嘅路是小嘅，係啦。我哋
進入天國的道路一定是少路嚟。到今天喺我喺頭先門口都有人問我喎，佢話：快啲，點解你退選啊？點解你唔爭取入？係啊係啊。然之後佢話我哋真係寸土必爭啊咁樣。冇種啊！我覺得咧點樣啦？我都有個講法嘅。你講啊！我都想講。點解你哋要退選啊？點解你哋唔選入去同佢哋玩鋪勁啊？寸土必爭啊！走入去攞跑啊嘛！攞除咗條褲完之後，喺阿唐英年面前屙尿啊嘛！咁你解釋佢哋聽。OK， 嗱，寸土必爭咧，喺過往民主派嘅解釋就攞多個議席啦。對我哋嘅你講嚟講咧，個寸土必爭嘅意思係在於如何寸土必爭推翻呢個小圈子選舉，進一步嘅機會就係寸土必爭。另外，我同大家講，或者一啲民主派嘅朋友講，你以為喺基督教選委裏邊可以攞到議席咩？你睇翻上屆嘅結果，你睇翻而家嘅情況，你以為你攞到嗰個議席咧？我話俾你聽，你實在太天真啦。咩事？冇錯。你仲可以補充寸草不生呢個道理？唔單止係寸土，唔能夠寸土必爭，淨係寸草不生。冇錯。我問陳世強、張紅秀美同埋劉金星，你哋啲上屆選委李炳光同埋吳思源，你做過啲乜嘢啊？你寸土必爭爭到啲咩翻嚟啊？你對話咗啲乜嘢啊？監察咗啲乜嘢啊？反映咗啲咩基督教嘅嘢啊？而家我哋見到最低民望嘅基督徒做特首啊！處理特首啊嘛，係嘛？冇錯。阿曾蔭權行開咗，佢而家處理特首啊！我哋見到你哋嗰啲選委為我哋基督教爭取咗呢啲嘢翻嚟啊！寸土必爭，做到嘢，唔該你啦！我真係又想講粗口啊！我今日好想講粗口，唔知點解。得陣間去文台講。係啊，我要去民間電台講粗口啊！我要真係好離譜啊！成個基督教真係。講翻我哋自己啲。我要退，好在有基督路小教會啊！如果我真係攞我信義會嗰張教證出嚟撕爛佢啊！得喎。真係好離譜啊！真係。係啊。啲基督教會墮落到咁樣嘅啫，香港基督教點解？點解啫？中國人嘅特性，點解啊？中國人就係中意做奴才嘛。係，我覺得唔使解啦，睇下魯迅啊，睇下柏楊都係咁上下嗰啲嘢。響基督教咧，嚟到中國裏邊咧，嚟到香港裏邊咧，都會必然被異化同埋儒化、儒文化，係完全冇一個生氣，亦都冇咗基督嗰種想像力啊！嗰種顛覆，顛覆嗰種復活嗰種嘅大能，係啊，唔會復活嘅，永遠都死咗喺度嘅啦。係啊，佢啊就依附權貴繼續生存。係啊，佢哋最大嘅大能係依靠權力嘅大能，佢哋嘅大能係依靠金錢嘅大能，製造方舟，製造方舟嘅方言，係製造好多虛假捆綁人性、捆綁我哋嘅一啲嘅説話。得啦，知道啦 ，Apple 差唔多啦。冇錯，禮拜日選咗出嚟之後，就司法覆核，拉長戰線。有排同你呢十條契弟玩，好。總言之，我哋不見不散啊！呢十條契弟啊，認住我哋啊，嗯，買空懟冧我哋啊，夠膽就，冇錯。